天黑请闭眼，狼人请行动。怎么整？怎么整？我来跳。我不怎么会玩狼人牌。你们给我苟着。刀转八号是吧？刀转八号，我给六号发薪水。好的，好的。如果八号是，如果八号女巫单票挂，那个三七冲女巫。OK。悄无声息，天亮了。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八号平民走的。七走是你们夹到了我还是三四年啊有点狼啊对吧这是发到我这八号身上的对吧七走是你们夹到了我。七号玩家请发言。七遇六金啊第一地方摸的下注的六号牌。摸了以后就有点后悔啊。因为我刚进这个房没看等级早知道去摸五号和四号了。啊因为六号我虽然在下职位啊但是这场次比较低啊没办法。六号是我金水牌好吧。你说到口在八号位肯定不是我干的好吧可能是九号牌干的但肯定不是我七号牌干的。九号牌这票我不要啊。如果说九号牌你是好人的话那你就是帮我投那个我要投的票好吧。如果有对跳的投对跳的票。如果没有对跳三次给我上 PK, 为什么因为你三次刀鬼不开刀你刀上八号牌。对不对你三次不能双好吧你如果三次为双好的情况下你为什么刀上八号牌呢三次不开问题吗三次给我上 PK, 好吧。九号牌如果待会儿没有对跳哦那我就单没雨那你必须得信我。如果是有对跳的啊你得帮我打死那个对跳的牌好不好九号牌。我没有踩死你但是你这个嫌疑。也是有的因为我这边好人牌但是也可能是右边三连好好吗如果没对跳的三次我上 PK 新三投四新四投三所有人都给我上票啊别给我弃票好吗你要是弃票的话如果我回来的话我还得去验你浪费一次这个验人好人都要上票啊把那个因为狼人自带三票的把狼人给我打走好吗就是三次上 PK 三次如果你有双好的话好好标水就三次上 PK 过了六号玩家请发言这边六号好人牌一个然后七号说是预言家给我发金水那我现在金水先端着先不喝好吧这把预言家的局然后看后面有没有对跳什么看发言吧咳嗽如果没有坐实的话如果没有七号预言家坐实的话那就听他的投三四中的一个投四或者投三后面的人来归票一下我金水先端着先不喝五号玩家请发言这狼得多怂呢让你做成单边预言对不对现在做成单边预的局多吗我觉得不多吧对吧就看爆查验呗对不对要是真想七二牌单边预不用三四拉 PK 七二牌单票就挂了就完事了对吧冲票的女巫直接撒毒对不对有对跳的两个预言家听发言呗这七号牌疯狂对话九号牌啊要九号牌的票你不是不要九号牌的票吗咋又要了对不对听发言吧好吧五号牌这里一张好人牌啊如果你七号牌拿得起一个真玉牌的情况下那五六七八四连好那狼坑位着实有点挤啊对不对听发言好吧四号玩家请发言二号一张金水没想到你七号对吧为什么摸二解释一下上局这张有逻辑有输出啊然后今天再聊今天二号一张金管三号是被张七号直接拉上 PK 牌就打你三七狼他至于这么打就是这么打今天也不是你张三号牌三号牌明天后天再入我视野聊你这张七第一天你不要这张九号票最后对话这个上对话这个九对话半分吧你让这张九号吧你九号是个啥呀九号是个你都入不入你老方啊
刀口开八，二号一张金，一九都要进我视野两张归票位的牌，你能放吗？行，你放过这个九，你觉得是你是个玉，七八九这边不开狼，一二入视野归票，对吧？六号你一张你拉票，一张洗头牌，或者你六七双狼，五号入视野，这怎么该有入视野的起跳位归票位都不入视野，直接出三四，刀口开八不正常了。三四黄金刀口，冤家别跳了，直接出三五四把逼走，这个游戏呢，对吧？跟你平常的逻辑不是一样的，对吧？今天四七直接拉上 PK 台，一会儿这张九号牌，一会儿直接看这张九号，这张七号对话，这张九号这个票型对谁就行了。看这张七号牌队友是不是六九，直接出来了。这张六号不怕反水，这六号金水你敢和我也在这边打一个问，什么意思呀？三号玩家请发言。三号底牌为一张好啊，对吧？钢铁大好人，但是这个位置，这四号跳了个预言家给了二金，他七号又跳了一个预言家给六金，我三五都是夹在中间的两张牌，这七号给九号递话说后面起跳预言家直接给打死了，让我想一下，我三四虽然黄金刀口位，对吧？然后的话，我两个预言家，其实我没有听出来谁比较特别好，就聊的两个人都有爆点，但是因为我记性不太好，前面说了我后边就忘了，所以你俩爆点在哪我记不住了，但是你俩都是各自有各自的爆点，且我看了清楚自己底牌情况下，那我要踩这张五号牌。我如果信四号牌，那我要把六七打为两张共边的狼牌，因为六号直接去接了张七号的金水，因为二号还没有发言，所以我不确定你这个四号牌是否为二四，你只能这么打呀。那二号要不为四号的匪配，他六号要么为七号的匪配，只能这么打。四号牌摸二也没有问题，七号牌摸六也没有问题，摸人手法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看标识好吧。二号玩家请发言。七号牌，把刀口在八，你把这张九不要他的，又说要把焦点不停的往三四，没必要啊。其实你的视野不对啊。那你不得打一九吗？不得打五六吗？你六号牌张金水，你不得打一五九三张牌吗？对吧？圆桌游戏啊，对不对？一九八七六圆桌游戏，你不得把一号牌、九号牌、五号牌得踩死吗？你没有这个视角，你只有三四视角，所以啊，不管四号牌给我发不发金水，我都认不下你张七号，好吧？听听一号牌，我们聊啊，猜忌，还是猜忌。一号玩家请发言。七号牌给六号牌发金水，怀疑的是三四号牌，那么在他的眼里就是五六七八。都是四连好，还要九号牌去帮他上那个悍跳狼的票，那在他的眼里就是五六七八九全好，然后还加上我一个好，那就是一五六七八九全好。哎呀，信谁呢？哎呀。确实七号你这个牌的这个狼坑位，这个狼你的玉面真的不大。这一把哈，这一把就是九号这一票特别关键，知道吗？就可以帮我们打开视野。那就看看这个九号呢，他愿意是那头倒钩狼呢，或是坚定的跟七号站边呢，还是说他就是个好人，他就是信那个真玉，是吧？所以九号这一票非常关键，好吧？四号牌，三四黄金刀口位，其实最危险的是三呢。九号玩家请发言，请发言。九号玩家，
然后七号牌其实对话你哈，如果你身上正义，往死里打我，知道吧？应该往死里打我啊！我是个好人的，我自然会站在你那边过去，是不是？你后面给我一堆拉票，我感觉你开的视野，你知道我这张好的，然后你不想放弃我这张票啊，不敢扛对我，所以说你这意愿很低。但我天天有人换下来钱，都是在打你这七啊啊，没有一张站在你这边啊！六号他都在金水端着不喝，他也没有站你这边啊，是不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一四七的局嘛，对吧？这个局不是很重要啊，自己你们信谁投谁，好吧？投完之后，反正第二页乌牌不管是谁倒了，就把它捞起来嘛，捞起来再聊吧，好吧？啊，我更倾向于站七号这个边啊，为什么呢？因为没人站他的边啊，至少有一个狼队也稍微帮他打一下场面，虽然他的聊的意愿不是很高。我问题我不是那张狼啊，看见我的底牌一二三四五真的是没有一个站位七号说话，是不是？钱都在盘他的爆点，他七号明显是一张没有队友的牌吗？反正你们信谁投谁啊，我不归票啊。开始放逐投票。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我就说一句话，这张六号牌端着金水，想喝不敢喝，就这种犹犹豫豫的，但凡一张好牌他得有不敢喝的。最后你这个票型敢不敢上，你六号牌敢不敢弃票，你不弃票你这个金水就喝了，有什么犹犹豫豫爱喝，可对吧？再兑换你张五号牌，七号跳跃给六号一张金，你五号啥啊？啊，你是个好吗？你是个好，你过来给这张七号牌上，给你站这张七号牌的边，你不是个狼吗？被打进狼坑，好吗？再聊你这张九号牌，我就问你一二三四五，这个票型出来你懵懵逼，就一句话，七号牌这么多爆点，他狼人敢不敢站他的边？但是票型决定一切，你以为他们这边嘴上说着不站边，这个票型他能变吗？狼人是要做匪事的，他能送你天天过年吗？对不对？你九号牌，你不用说他站不站边的问题，九号牌他这个爆点，这个视角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个歪的？你就平心问，就一句话，我就这么说。二号是张金，要跟我上票，你好人你拎清楚吧。这狼人的心眼抠出来都比你们好人多半斤。票型证明一切，该开毒的开毒吧，好吧。我就只保着这张一二两张牌，这张三号牌发言。还行吧，只能说还行，但是你这个弃票行为真的是，哎，就七号这个发言你都能选择弃票，为的是，哼，随便吧，女巫该做事儿了，过来。天黑请闭眼，狼人请行动。听好，刀张五号牌，如果五号牌就不管他赌我也无所谓，我给三号牌发金水，我就打一二四三狼，把一二踩死，三号牌你就说。你随便说，我就给三发金水，然后那个一二四三狼。悄无声息。天亮了。我操！等待玩家发动技能。你为什么赌我？漂亮！猎人牌，打得漂亮。二号是女巫牌，我知道。把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我到二号，如果二号救的话就没法说，我大概就猜到二号牌是女巫牌，但我没想到五号牌女巫牌，那个猎人牌。
天哪，我现在才看了一下，我好危险呀，我夹在三个神中。这波属于杀破狼。没问题吧，你不救我我带你没啥问题对吧。杀破狼是啥东西啊？就是三个狼啊，怎么说就很快。艾玛别生气，艾玛别生气，下次给你当队友。六七肯定是狼。我不是啊，我十张狼人牌我当然不能上票了呀，我要是形成平票，因为我大概猜到票型了，所以我不能上票。我二号肯定是不对的，猎人开游戏，谢谢。四号别生气啊，都是